也慢了。加油，女朋友的慢。哦，这个明天得去打三场都没有累的。来，明天买来。好，五万二十二十，谢。啊对。哎对。差二十差一点点，很伤心。二十，我竟然输了。我这第一次看到刚这样子哦，哇，好牛！哇哟！哇塞，那个聊那个本来那边全部满了是吧？很难过，因为我那个人数啊，很难 estimate， 有时候很难、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，样子。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，有时候又很慢 reply 啊，或者是慢。这边比较好，因为你要加快也容易。对。然后你，那你这一步一个 call 啊，然后就 maximum。可以修了，兄弟。不要的，不要的，跟普通话一百多少？对啊，去买啊！没有，快说，而且会看的人啊。像我这样的就不会哦。哈哈哈！十四个刚刚好。本来还叫那个谁来的？那我跟他讲的就是。没有，他前面要打。他的舅本来要打那个高高有一个那个也是蛮强的，那个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力，我觉得很难。那个人比较高，但是我刚讲买了十个啊。如果十六个就不好玩了，要换人。十四个刚好。没有，我是十八个人，就三个超就可以。啊，十八个可以，哎不要了，他十个啦，三个靠你赔二十一个啦。十八个很累哦，三个小时哦，两个小时哦。第三个靠你。因为原他那边应该是有三四个人。把那个前面他们半夜才讲，他原也是两个人之间。那些前面都没有大将强，旁边跟他来我都没有大将高。有一个比较强吧，好像。原那天去一个 session， 然后他讲他很多白色，他去了他觉得他自己有。真的啊？女生那边是女生还是男的？女的也是弄到他就。好像强啊，但是我看他前面我看不打过，不强啊，一个还可以吧。半夜好像顾不住啊。哦，有强啦。对了，不要这样讲。今天那个人讲的话，我觉得都有。今天这个 level 给我就 OK 了，就已经够了。我前面几场我觉得我还可以跟他们四局，可以跟他fight，但是等到过来一个小时我就不能fight了。那他后面两个实在是也很强啊，这里我不能了。我的 first hour 应该打得可以的。没有吗？那你打这些球这样给你不可能 Q 吗？应该认得的吗？原来为什么这样子？蛮高的。别人这样子怎么说？哈哈，你跑，你快变。几分啊？一。要不得到，可以看到肌肉吗？他特地穿薄薄来的今天。是吗？要赚钱懂没啊？哎，等下五十个啊！哎呦，
In 了 in 了 in 了。讲得给我，我做到我完蛋。你懂那你懂。等一下，我去，等一下我挑战机会了。我挑战，我要挑战，挑战你一场了。你一定赢我了吗？哪里有？他今天赢我。他讲你不接受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打他弟弟给他看，什么叫做不接受。他刚才都没有认真打，就赢了，我还没动。哇，你不可以这样轻敌的。我轻敌，你看他轻敌哦。你两个不要拉我轻敌哦。不要打对。我没有看到他哦，我看到他是嘟嘟还是在说不够，他是嘟嘟嘟哦。我看到四点吗？我看他有个打一个三升四点。他会挑出来的吗？那种就给针。痛，怎么刚刚没有杀球的？机场长其实是比较人强的，他其实还不到很好，但是后场没有人上，因为他前场是考不到很好，因为他球是推下的，他球是推下的。我前面两场可以给他打，因为前面两场我有力，啊，剩下我力我用完了的。因为这边 stamina 假装没有大家强吗？ OK， 你 stamina OK 啦。我是 OK。你 OK， 你 stamina OK 了。比我好啊。刚刚加油。如果你看我可以选择第一次场，是队友没有打到。起给了，不是因为打出啊，在你找明天，好像是站着 static 啊，你在动吗？没有这样的呀，你找明天的，你找明天的，你找对面你会跑比较多，因为他伤害底面很好，还有水底面比较好一些。其实没有啊，想得到稳底边没有到这样的什么。其实打机我是很累的，因为我觉得机前场，因为我比较喜欢 drop 嘛，我不是大的嘛，机前场接到很好，很给力。还有机会，机会里面这个，啊，机会里面这个，不懂那些，没有力啊！哇，好球！哇，好球！这里没。哎呦！
他身边还是有二。哇！